我们后面进行引导练习。一吐气，伸脚，举手，吸住一下啊。二吐空气，三手，抬掌，吸地，蹲，前推，后推，三手抬掌。前推后收，三摸屁二步，抬手收脚，收脚收手，三蹲前推，四后脚转身，抬手收脚，收脚收手。胸部扭曲，第四种，野马分钟，一，转身，分手，后脚，二，坐腿倒手收脚，转身轻轻点地，三，上步收脚，左手，四，胸部分手。五，后脚坐腿转身。六，倒手收脚。七，收脚左手。八，胸部分手。五手，一，抬掌开手。二，转腰滚轮。三，单手收脚。四，转腰右移。五，双掌出脚。六，转腰左轮。七，侧胸部翻掌。八，转腰右移。九，双掌收脚。十，转腰左轮。十一，双掌出脚。十二，转腰右移。十三，侧胸部。好，都是。请问我们再把这个动作做一遍，对不对？举手，一，抬手翻掌，二。左轮，三，单掌收脚，四，右轮，五，单掌开步，六，左轮，七，单掌，八，转腰右轮，九，单掌收脚，十，转腰左轮，十一，单掌收脚，十二，右轮，十三，单掌。好，收拾。很多初学的朋友觉得引口这个动作很难学，很难模仿。实际上，你只要了解了这个动作的功法含义，也许你做起来并不那么困难。引口是什么意思呢？是向外拨开对方，向左拨开，向右拨开，左手向外拨，右手向外拨，两个手连续拨动，就形成了两个交叉的椭圆，不停的运转，好像云彩一样，所以我们叫它叫云彩。你看。右手画一个弧，经过你的头前，向右拨开，同时翻转向前转。左手
举起来，经过脸前，向左转，翻转拨叉，两个手交叉，连续进行。这就是手的动作，向左迎，翻打，向右迎，翻打，一个手翻转向外，把它给拨开，一个手轻轻的举起来向内，准备向左迎转，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翻转，腰部要配合，准备。向左迎波子，腰向左转；向右迎波子，向右转腰。迎波的手永远是提动，同时下拉很多。另外一只手是随着反过来做下一次迎波的准备。认清了手的动作，然后再认清你的脚的动作。脚迎手都是侧向移动，本来迎手你也可以一边迎波一边向前，你也可以向后移，你也可以向左移，你也可以向右移。我们一段太极拳的动作都是左右对称，所以我们是先向左迎，向左移动你的脚，然后再向右移，向右移的动作。开始向左移，移动你的脚向左，再向左移，分开一次。到了左侧以后，不再移动了，向右移，收左脚，向左移。出右脚，你看脚的规律，收回右脚，向左移动一次，向左一分，再向右移动，收回左脚，右脚移动一次，然后反移过去，两个脚向左一收一出，再向右。一收一出，一进一出，一进一出。你掌握了这个功力，也许这个动作并不会太难。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除了弄清楚它的路线、手脚的力道以后，还要特别注意上下的动作。具体来说，头、手、腰、腿四者都要互相呼应。向左移，重心左移，腰向左转，头向左看。向右移，向右转腰，向右转头，左脚的身体去。以腰到手，仰从手转，这样就斜转。收纳，绕，回转向上，向右移向左看，向左移向右看。这样就是颠倒，不可以斜转，所以我们要注意，前一段，周身相合，上下相合，下面。我们做第六个动作，金鸡独立。六，金鸡独立。再看一遍，再看，没错。六，金鸡独立。
我再把这个动作跟大家说明一下。从零手开始，一，坐腿转腰，两个手向下摆。二，提腿无力脚打，两寸前大，体肩没很高。三，落脚落手。四，左手左腿提起来。侧立吧，上面的手提向下。再开始。一。三、四、请大家跟在我们后面，跟着我们练习。一、转身落手；二、无力调整。三，落脚落手。四，独立调整。好，再做一次。今天独立。一，转身，坐倒；二，独立，调整；三，落脚，落手；四，独立，调整。好。这个动作比较简单，手的动作是一个调整，调整呢是手掌侧立，用掌沿虎口一侧向上把对方给扯开。那么腿的动作呢是屈膝前抬，用膝关节去抵抗对方，我们也是有句话，远了用脚踢，近了便用膝。当你近距离进攻的时候，把它挑开，蹭，抬脚去抵抗，这就是一种独立的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请大家注意，这个前不仅需要腿，而且需要。紧张和轻松，选择是跟中正、跟夹木、头顶以上，所以你做好的动作是要顶头、立腰、横肩、立下，两个手呢要捧圆，千万不要伸缩。把你的腰立起来，头顶起来，手捧起来。好像一个充满气的球，柔和而饱满，这样的动作才有个舞蹈，才有我们更大的权力。好，下面让我们学练行动，跟紧啊。一，跟脚。
再看一次，金秋独立一个吧。一分表。大家再看，我在分解，你看，一落脚到手，重心移到左腿，两手呢在腹前相抱，左手在下。二，一腿举高。三。分手蹬脚向右前方蹬出，四，右脚到手，左手在上，重心移到右腿，右手在上，重心移到右腿，五，五腿到，六，分手左前方蹬脚。分手的时候，两个手啊，要直线，手肘分开，高度，腕部，腕关节贴很高，手指自然竖直分开，掌心向外，趴腕收紧。下面，请大家随着我们练习这个动作。大家心机独立一点啊！一过脚到手，左手在上；二举腿举手；三分手分脚；四落脚到手，重心右移，左手在上。五举腿举手，六分手分脚，好休息。所以我们再做一次，积极独立一点。一落脚到手，二举手举手，三分手分脚，四落脚到手，五举手举手，六分手分脚，好，都是。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是非常明确，把手拨开对方，随着运脚去蹬踹对方，蹬踹对方，地点在你的鞋底这个脚尖，脚尖上翘，蹬脚的方向分别是左前方和右前方。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能一些初学人柔韧性和平衡的能力不是太好啊，做起来挤压、摇晃、憋气。解决的办法，请大家只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因人而异，掌握适当的高度，要保持身体自然中正的情况下。
五角成山，能高则高，不能高则稍低，用不着紧张勉强破坏了他之前的身体。我们说，不管是专攻还是什么方面，它是控制能力，都有一个临时界限，是大家需要去想看的。下面，请听我们做下一个动作，三次仰卧。八，三次仰卧。再看一次，从左分角开始，八南侧的，三次的是一段太极拳里面最长的一个动作，它包含了四种手法，其中有横、移、横、打。是看我对这个动作的分解了。从蹬脚开始，一落脚到手。重心到左脚，二中脚和手，三肩部承手，四抬手双掌，五坐腿后捋，六转身打手，七肩部旋转，八坐腿迎手。九，弓步十，转身分手，十一，抱拳收脚，十二，束脚合手，十三，弓步前腾走，十四，抬手三掌。十五，坐腿后捋；十六，转身打手；十七，弓步前挺；十八，坐腿后捋；十九，弓步前按；这样长的一个动作，当然左右还可以对称，很自然。
两个字什么意思呢？就一个意思，弓背成轴，走向前横转，迎击对方。二，弩手顺势后移，把它顺势拉回来。三，弓背前举，把手贴住对方，挤压出去。四，弓背前拉，随着对方的近力先向后，使他引进来，重心落空的时候，再还击推出去。同样，右侧也是如此。这些呢，都是转换的动作。抱手、出脚、前腾、抬手、后移、大手、前举、拧手，不一样。请大家随着我们后面做这个很长的动作。跟脚一定好，八来确认，一落脚抱腿，二出脚，三抬手，四抬手，五后移。六，转身插手；七，弓步前举；八，侧腿拧手；九，弓步前拉；十，转身分手；十一，抱手收脚；十二，出脚合手；十三，弓步分。十四，抬手三掌；十五，侧手后移；十六，搭手；十七，前举；十八，后引；十九，弓步前拉。好。请给我们再练一次。我跟脚预备，八拦截尾，一落脚抱腿，二出脚，三前腾，四抬脚翻掌，五后移，六拉手，七。八，后引；九，前拉；十，转身分手；十一，抱手收脚；十二，出脚；十三，前腾；十四，抬手；十五，后引。十六，搭手；十七，前举；十八，后引；十九，前拉。好，在练习来处理这个动作。要特别注意身体转换。太极拳非常讲究呼吸，所谓一处有一处的呼吸，处处从此一处。太极拳其实开合是贯穿在一切过程之中的。我们作为初学者，最主要的。是要掌握重心的移动，就是两腿的姿势。它要配合你的上肢手法，重心不停的前后移动。
主要的支撑者，共同的支撑者，我们是团结的。辅助支撑的者是团结。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比如说大手挥拳，重心在左手，左腿为核心，右腿为心。二，挥脚还是左腿为核心，右腿为心。三，前程的时候，前腿正直，后腿保持支撑，保持平衡。随着你的动作，重心主要前弓后坐。虚实分明，转身重心要左移，重心在右移，重心的出脚，重心前移后移，前移后移，前移。那么，屈膝在两个手之间不停的转换，这种转换，除了我们健身效果以外，更主要的是要配合你的手法的规划能力。向前进攻，就是向前进攻；下后引手，这个时候是。随着对方的进攻，你要把他给承接后引回来，使他落空，重心刚好在后引，然后再推出去向前进攻，就刚好在前。这也反映了对动作的规划能力，而不是随便的推出。切记，手动脚不动，没有重心的转换。后里前举后引前按手孤立的动作，不像重心举，这样既达不到健身效果，也表示不能正确的表示动作的方法。这是我们这个重心举。第二。手法，它是对很多的传统体态的方法内，当然手法要清楚准确。三，动作既要柔和，又要充满弹性。什么叫弹性？就是要饱满，要舒展，它是一个原则。太极拳叫做柔而不软，既不能。像转头超慢一点，挺胸直立，抱球像家猪一样，过脚沉重，像长拳，太受限制。要做到动作柔和，均匀缓慢，运势如抽丝，动作如行云流水，绵绵不断。同时呢，也不能太极拳柔而不软，成柔和而饱满，而不是松软。八二十柔和而饱满，而不是为了天衰而移不动。要顶起头来，沉下肩，沉脑软定。抓身体要充满气的意识，要一个强大、力量很强的力量，要舒展踉跄，不要左移不动，驼背弯腰，下面请大家跟我们学习太极拳的。逐渐开始现在最后两个动作，第九动是什么？主动收势，
你看他这两个动作的，我这样。再有一点啊，九一只手，十中指，再看一遍。九十四手，看我这两个动作的分解是三次。从这里开始，九十五手，一，转身，坐腿，后脚，直脚，伸手，展开，二，两手下落，重心左移，左脚尖一扣，两手交叉，合抱在腿前。左手伸展，三，收脚，呈开立步，两手直交叉，环抱在胸前，开，肩平，第十动收势，一，翻掌，落手。二，进步，前，你再看一次，九，十字手，一，转身伸手，两手心向外，二，后脚。抱腿，三，收脚，举抱，十，收势，一，双手回落，二，进步，回眼，请大家跟在我们后面学练这两个动作。请大家完全有注意的九十字手一转身伸手两三步二坐腿后脚坐手合抱三收脚起立两手举抱，十收势，一翻掌回落，下落到底侧，二进步还原，再次我们这一次。九十字手，一转身伸手，二坐腿后脚合手，三收脚举抱，十收势，一翻掌下落，二收脚还原。我们在做这两个动作的时候，还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眼神、头要与手的动作相配合。
手眼身步滑四五者，需要注意四个。一般说，当你手向前推的时候，眼睛一定看着前方。变转过程，那么手也要凝视前方，侧视前方，不要盲目的低头弯腰。我们手这也不行，低头弯腰，学艺不高。说你们老师对你要求不严格，或者是你在学练的过程当中不认真。我们说打拳前要聚精会神，思想集中。首先要通过眼神和动作的配合来表达，柔和自然，但是端正一方，不是思想散乱。你看，向右转伸手的时候。眼睛随着右侧至右手，两手下落的时候，不要跟着低头，而要凝视前方。定式的时候，眼睛又要定视前方。收束的时候也是这样，两手垂落，并不能随着低头弯腰，而是要心对神。凝视前方，思想不要偏侧，收脚还原，站站住，心平气和，思想集中。我们常常看到初学者，有的时候呢，动作不熟练，步中乱失，手脚脱节，或者是手眼脱节。蹬脚向前蹬脚向下低头，向前推打，向前看，这样呢，就不是精神不集中，而且呢，动作分散凌乱。第二，安全训练，一段时间主要在强制训练。源源不断，连贯连贯的动作，动作既有起承转合、起势和定势，也就是开始和完成，但是中间又不能完全的合力，要做到静断力不断。事断静不断。这个怎么讲呢？动作过程不要有停滞，不要有折叠。比如说，转身分手，均匀分手。有的人一、二，这个动作出现了一个折叠反转。一个动作出现了所谓的转动，这个在杨子的理想呢，应该说破坏了动作的平衡性，那就请你的后转就是两个点转，后转叫做反后腰反后，然后是重心的缓缓的过渡，在过渡过程当中要均匀的加力，不要叫做滞塞住。右腿重心右移，后脚回到再继续侧腿，转腰斜脚，重心由右向左转动，向左移动，后脚随时后脚，轻轻的把脚举起来。到了定式的时候，有一个轻轻的踉跄，重在运用，重在内劲。而不是完全的静止停顿，然后轻轻的转换到下一个动作，这样才能做到行云流水，源源不断，连贯连贯。
不能够公平出题，也不能够先天的摇摆左右。这个呢，随着我们定的训练，自然是做到很有功效。下面，我们再请大家完整的看一遍一段一段的对象。到这里，我们已经把一段太极拳的十个动作全部学完了。最后，我们要对初学太极拳的朋友提出几点熟练太极拳的建议：第一，打太极拳要刻意练；第二呢，要多喜欢，要循序渐进；第二，运动量、提升的高度。不要因人而异，不要盲目和人们的攀比。第三，我们在开始锻炼时，在锻炼以后，要适当的做一些准备活动，做放松等等活动。切不要认为太极拳动作柔和就可以草率的参与和结束。有的人。来了以后就开始练，练完了以后就马上停止或者坐下来，这样可能会对你的膝关节发生不能放松，或者开始不能适应，就发生一些的损伤。所以呢，一
定要来我们的身体，放松我们身体，做好了开始前的对活动和放松后的一个后果，放松的时候。第四，我们要提醒大家，出国的时候还要勉强的一个运气。或许从最根本的一个要素，气一个氧。刚刚看到一些出国的朋友们，他们对动作的规格以及静力协调都在没有掌握的情况下，就要去考虑这个运气的命运。实际上，这个没有什么运气的命运。最主要的一条，初学者你要掌握当呼则呼，当吸则吸这样的自然呼吸，做到心平气和，这个是最大的运气。其次，随着你动作的改变和你对动作的理解的加深，你会结合这个动作的攻防差异和尽力的运用，可以适当的配合自己全体的呼吸，做开吸、合呼、起吸、做呼，或者是在做定式的时候，转成进攻的时候，做重新呼吸。通过动作的时候，就能做到转换开合更灵活，而且呢，使你的动作更稳定。即便这个时候，你的呼吸也是被你的动作牵引，而也没有脱离动作的运气力。所以，呼吸习惯就是需要训练，运气力还需要花时间去练习。好，最后祝各位朋友通过太极拳锻炼获得更大的健康和愉快。